好嘞，那么在开宴之前呀，跟随我一起来进行京城医院的宫廷礼仪。好，来，焚香、挂画、插花，四般闲事不宜累加，请我们超然家族的各位成员们。 焚香净手，焚香壁点茶，宣坐赐茶，十年清妃瑟瑟尘，乳花烹出见惜春。点茶壁插簪花，花名金代为，产自广陵，花开之际颜色艳丽，美轮美奂。好有仪式感。